你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小冷啊。小冷哥，你怎么那么黑啊？呵呵，那么黑你就不自卑吗？为什么要自卑？一白遮百丑，你白是有原因的，我又不用。小冷哥，听说你老婆发现你抱小三了。是啊。那现在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啊。他没反应？没，我开始以为他会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谁知道他没有。哦，那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一个月就50块都能泡到小三，是我牛逼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他知道我们的事了。同学们，沃州的小朋友很困难，大家要学会帮助他人，知道吗？老师怎么帮助啊？我们可以捐点东西给他们。老师捐什么好呢？捐我们老师给他们吧，他们一定缺教育资源。二狗，为什么那些人喜欢用 iPhone 6S 对着镜子拍照？ iPhone 6S 没有前置摄像头吗？蠢蛋蛋，不对着镜子拍谁知道那是 6S 啊。咪咪，听说中国80%的女生洗澡的时候都会一 JW， 剩下的20%会唱歌。还有这事儿？你知道他们唱什么歌不？嘿嘿嘿，你笑什么？你赢了。什么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